7月20日，有金兰女神之称的新潘金莲、空月飞现身安徽芜湖，为2013中国南方超级汽车模特大赛总决赛担任嘉宾评委。当天，空月飞身穿一袭紫色透视纱裙现身，傲人身材展露无遗，吸引上千市民到场围观。现场，空月飞演唱《火和氧》两首歌曲，曼妙的舞姿搭配动人的歌喉，引发一波又一波的高潮。随后，在与现场观众互动中，空月飞更是躺在 T 台之上。不过，不知是动作过大，还是身材太完美，舞蹈过程中不慎露点，令全场相机狂闪不停。据悉，此次2013中国南方超级汽车模特大赛总决赛，评委原定邀请赵薇出席，不料赵薇档期繁忙，主办方最终选择拥有超高人气的金兰女神空月飞担任评委。本来这次主办方打算是请赵薇过来的，但是赵薇的档期排得比较满，所以我就替赵薇过来了。